到铁拳之前，避免和铁狗交手。老沈，你怎么被关到这儿来了？牛队呢？雷德文，牛队长请了你多少次也请不动，你现在大驾光临，是要让我和你一起缩在那个兔子窝里吗？你还是出去躲着吧。想到你们那些躲在城里的怂包，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。你不是退休了吗？啊，现在到这儿来逞什么英雄？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先救你出来。哎，门锁着，没钥匙开不了。走吧走吧，原本也没打算指望你。没通电，
没通电。
又见面了，老伙计。
水声，离出口不远了。收到，老兄，你们安全了。哦，太酷了！通讯仪超远距离通话测试成功。哎，你的铁拳到手了？刚拿到，正在找出口返回。千万别回旧城区，那里已经被铁狗占领了。女英雄提醒我来霞飞街落脚，这儿还算安全。他怎么样了？你说女英雄吗？哎呀，嘿嘿，那身手真不是吹的。不过，他说有要紧事先走了。不过凭你的本事，监狱那些小杂兵肯定也都是小菜一碟。你们都安全了就好。对了，我在霞飞街的工作室里，记得来找我。嗯，先挂了。麦酒，用刀给他撒地方啊！想来就来，想跑就跑啊！路过，无心惹麻烦，也不想被找麻烦。哎呦，这次会飞去哪是哪呢？阿五刘某从警告嘴啊！拿这个，快撤！住手！就凭你们几个，按不住他的。董老板，董老板，怎么，才六年，就忘了老战友？啊？你是杜三，蜀帮的杜老板竟然是你！今时的杜日升，正是当年的杜三。你们都做事去吧，不要打扰我和老朋友叙旧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搞得我晓得啊，突然要弄，我要扒拉行不行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。哎呦，我没想到侬是老板朋友啊！哎，我老早就看出来头人哟，哎，侬这气质灵啊！哎，特别是搿只体具啊，哎呦，帮侬真是大呀！阿四是我的助手，很机灵的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就找他。你因为腿伤退伍后，接了蜀帮老大的位置，
六年来，蜀帮和铁狗同流合污，都是你的主意吧？我讨厌和败类打交道。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你还是老样子，讲话。不过今天是个好日子，老朋友重聚嘛。难道你不想知道有关西塞罗的情况吗？直说吧，这条情报多少钱？为了你老朋友，免费。西塞罗确实活着，还活成了他想要的样子。他那样子也算活着？现在的他跟铁狗有什么两样？小队属你们俩关系最亲，你却不知道他心中所想。一直以来，西塞罗渴求的都是力量，就如同我一直追求平衡一样。你的平衡就是帮助铁狗奴役火炬城。六年来，维持这个城市平衡的是我。没有什么是非黑即白的。和我们蜀族一样，灰色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色调。我不想打破你的平衡，也没空听你的灰色理论。我只想知道西塞罗到底在计划什么。他嘛，情况比较复杂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来霞飞街的百乐会找我。